对不起，总经理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的？老鼠被猫盯上，是这种感觉。你觉得大家会怎么看夏氏集团的总经理跟你的小秘书搞在一起？变态！如果我觉得还好呢？你对我做这些，一定是因为好玩。 为什么给你？你给我！为什么给你？我就给我好了。还是因为喜欢你。他荧幕上面就是很可爱，但私底下就是很会更可爱。什么？偷听在哪里？他很活泼，很可爱。他……其实他某些层面跟实际上夏商周很像，会某种程度上是霸道的，可是。 他有一个反差，就是夏商周不会被别人影响，他很会被别人影响。只要观众他现在这颗镜头觉得OK 完美，这就是我最好的安排，这就是我最好的表现出来了。然后导演跟他说，他最近带来一个，他完蛋，他下一个真的很糟糕，状态都不对，立刻心情擦掉，那他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怎么办？不安慰他吗？ 我在旁边继续干扰他，机器没有在拍他，所以就在旁边弄。对，原路表情他会一直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现在做一下啊。就是很尴尬，因为上面搞什么？哎，真的被害，真的被害。那你有跟导演告状说他爱你吗？他不会啊，导演他也是个暖男呢。那其实遇到什么状况会像剧里的那个？ 秘书一样这么呆萌，还有呆萌的一面，我可能是没有，很少，因为他其实是很 man 的。那他们做过什么让你觉得最 man 的一件事情？哪个举动？像我们两个有一起去过健身房，那他会教我健身，反正就是一个杠，然后我掉在这边，然后我人会在这边这样子，然后两只脚会上来，然后那边转转转。 然后这个时候腹肌这边会非常非常的酸，然后下背也会，但是很容易力竭，下背会掉下来，然后他就一只手，就像把我撑着，我的屁股，他像只手遮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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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厕所，刚好吃完一件，然后再嚼水杯，然后就看到他一眼，他看到我一眼，中，他看我的眼神就是好像什么都不用说，所以只要看眼睛就中。后来有交流，但是他那个眼神就告诉我，他好像很了解我，触动到我，真的就是一个眼神。对不起，总经理，那个。平常只有面试的时候，我才会上网恶补怎么打领带。就当作是员工训练，看好，我只做一次。躺的位置。对，躺的位置。对。我们待会呢计时90秒，然后你要先找到那个躺的位置之后，怎么样？王牌签了吧这个。他自己抽到的，来，我们就不帮你了，你自己塞。要塞哪呢？哦，等一下。OK 吗？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不露出一点点吗？哦，给他一个 hint。对啊，我怕他。OK， 来吧。好。你就是90秒内，你要找到之后，然后帮他打领带。计时开始。在哪里？我觉得你一定知道在哪里，就是你最爱的部位。那肯定是这里。啊啊！那肯定是这里。你要再下面一点。
很快哦，你只有九十秒。这样，你的头在哪？好，很熟练，平常帮谁打？平常不就是每天帮你打吗？平常没有在穿西装、哎。完蛋，我在分心他、欸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这样是对的。我看你这个脸，我真的没办法认识。最后三十秒、哦。让你是下一个报复我在西藏的时候。哦，爵士哦，我觉得有点歪哎，你要不要调整一下？不要，我来，我来一个。你怎么短？哦，怎么短？对，等一下是什么？这边停住嘞。一，时间到了，来。这是什么？小秘书，请把眼罩拿下来。怎么样？你满意自己的作品吗？今天都来上班了。不要这样，其实这边打的，把它藏起来就好了嘛。恭喜第一关失败。耶好，马上进入第二关喽。对不起。那你们应该一起吃就对了。好，预备哦，计时开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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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没有时间了。哦哦哦哦，很棒很棒很棒。换你。没有，应该有感受到是我们没有让你成功。那。好一些口水，小心。经过那一段，然后再改咬另外一段，是给我故意的。小心，不要捏着我，不要捏着我。哦！你们这是故意的吗？长了。来，我。我们就是没有让你们成功的地方，耶！成功！哎呀，唯美甜蜜的拍哦，可以吗？四个一个不要这样虐待。快给我点鼓励，给我点鼓励。加油！好来，怎么办？我看你这样，我很开心。我都看着你的鼻子。好，请两位哈，头靠的头。哪个？你说哪个头啊？上面的头。好，镜头。好，镜头。好的，然后下一题哦。哦，错了一题就要做一个动作。对。然后要维持着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哦哦。好，第三题，请问两个人私下最常一起做什么事？三、二、一。健身。好紧张。没有难度，第四。那我现在问相反，那毛奇生觉得萧红哪里最有魅力？三、二、一。脸。牙齿。笑起来好看。笑起来错了。我。紧实之紧扣。双手。好的。请说出一件会让萧红感到快乐的事。三、二、一。滑雪。什么？滑雪。你
雪，我说滑雪，我发誓我说滑雪，请看回放，滑雪，滑雪，不是，不是哦，背后环抱，背后环抱。最满意自己的部位是3、2、1，肌肉。刚才就已经有一点小暗示了。对不起，肌肉随时会不见，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对不起，我跟你讲话都是用眼神，我真的很不了解。头控，头控，那是有办法鼻子再碰鼻子吗？好，最后用这个姿势呢来宣传一下你们的绝对占领吧，跟大家宣传一下。请大家。对啊，我们绝对占领会在9月15号的时候，在每周五晚上在 VBL 影音播出，然后一路播到放的时候。你讲一下说这个剧情。对，你讲是干嘛？不是讲那个。我们的戏是在讲一个职场恋爱攻防战，然后是一个霸道总裁遇上菜鸟纯情小秘书的故事，有点像猫抓老鼠的感觉，这什么奇怪的姿势？反正大家记得锁定，记得收看啊！看了你们都有出不去了，就是看就对了。好，我们谢谢夏雨欣，谢谢。谢谢。怎么会？小红很开心，看他痛苦。你是扛得起他的吧？我。你两个那么帅，应该可以啊。你们现在但是换你扛他，然后再拍一次。好啊，一样的游戏吗？你要让他踩吗？你舍得？完全可以啊。我认清你了。哦。什么？是？什么意思？有人有人有！哇，好可怕！真的好可怕！哇，你们的个子上天的！等一下，哎，我感受到他的 man 了。哇，我还这样蹦，真的很厉害。哇！没有，我去哪里？我痛，你跟我共感，你跟我共感很痛。啊，没事吧？等一下！抢救雷恩大兵！好，你是我的战友。好，你是？哇，我痛 ！M 一点的，这我们。请你。好，1、2、3。OK， 耶，好，红起来。小心！我真的很痛哎。